止观四念处能够帮助我们升起八正道的正知见。佛陀观察到十二缘起法的因缘及灭关系，觉悟十二因缘：无明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处、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。这十二个缘生法都是无常的。佛陀呢，他在。 如实的观察到十二缘起缘起法的因缘及灭的关系以后，他了解到生命上很重要的三大问题，而发现呢，要解决这些生命上三大问题所引起的烦恼呢，他发现了四圣地苦集灭道的这一个所谓修断。 正知的这一种关系，他了知呢，有止观思念处，可升起八正道的正知见，由此呢，可以在线前一法灭苦解脱，因而灭除了种种的引起烦恼的这些因缘条件啊，而这样整个灭除。 烦恼解脱烦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，就是四圣地中所谓的苦灭道期佛陀教导众生，要解决生命上三大问题的烦恼，要有止观四念处，升起八正道的正之见，可以现前依法灭苦解脱。十方新闻，黄慧汝、邓振普，高雄采访报道。